人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雨豆姐姐。今天呢，我打算带着糖豆下矿了，家里的铁已经没有了。那咱们就走吧，姐姐，这次下矿我一定挖到三个地牢给你看看。又吹牛，你能挖仨钻石我都算你厉害的了。行了啊，咱们这次就分道扬镳，各挖各的，谁也别耽误谁，你向左我向今天属实开局不顺利，那谁能想走走路就还能跟爆破蛋来个转角遇到爱呢？但幸好呢，我也没什么大事。哎，这里发现了一个地牢，快速的掠夺一番。这箱子里还有泡泡糖，嘿嘿嘿，拿着玩可以逗逗糖豆玩呢。哎，这里还有好几个地牢呢，我先挖脚下的这个吧。这小东西在这等着我呢，这要是刚才我一不小心掉下去，那不就中了他的奸计。哎呦我的天，你还带着弟兄来的，让我来制裁你们吧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龙骨钢啊，这刚刚附魔好，还没用过呢，今天我拿你俩试试，解决一个，现在就该你了。啊我都扎这样了，你居然还没啥事儿，小样的，我给你一刀。前面竟然还有地牢，今天这是怎么的了？地牢都扎堆在一起。仍然是拿出我的龙骨钩把你们通通解决掉。唐豆啊，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刚才随便一看，这附近又有好几个地牢。你今天是开了挂了吗？怎么碰到这么多地牢啊？哎呀，这运气好嘛。不过这怎么挖着挖着地牢全消失了呢？我刚才卡视角看啊，这明明就在附近。不会吧，姐姐，你又迷路了呀？我这可不叫迷路，我只是在地下世界迷失了方向。哎，这几个地牢哪去了？我怎么都找不着了呢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糖豆，咱们还是回家吧。终于回家了，糖豆，我给你看个宝贝。什么宝贝呀？我在地牢里找到了好多的泡泡糖，你一直吃的话就可以飞得很高很高。哇，真的呀，上面的景色也太好看了吧。嘿嘿，糖豆啊，拜拜了。